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黎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黎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黎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888页，从第一行睇起，呢段系第三段。无住生心，从这个章题我们就知道这段经文很重要。这句话出在金刚经度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咁就成就啦，成就无上菩提，亦就成佛啦。菩萨仲做唔到，菩萨无住就唔会生心，生心就唔会无住，生心无住同时，除佛之外，只有法身菩萨。生十部庄严土，先能做到。十部土里面，41位法身大士是原教华严经讲的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再加上等觉，他们先真正能做到无住生心，是一不是二。权教菩萨做唔到，声闻缘觉就更唔使讲啦。凡夫肯定冇份。讲到呢度，我哋凡夫好可悲，但系凡夫有大福德嘅凡夫唔同。大福报的凡夫，在家居士、出家的法师，只要能遇到净土法门，深信切愿持名往生净土，生到净土，就算是
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。在西方极乐世界亦能做到同时无住生心。无住可以生心，生心可以无住，同时不二，咁先叻啊！所以净宗法门不可思议。《金刚经》度讲嘅最精彩嗰句，我哋呢度有，我哋睇经文，空无他念，无有忧思，自然无为，虚空无立，淡安无欲，作得善愿，尽心求索，含哀慈悯，礼仪都合，包罗表里，过度解脱。第一句含为道务，呢句是在上面经文最后一句，应该要写到这里来。就好读了，亦好讲。所以这个科本我们要认真重新审查一下，里面有少数不多错的地方，将它纠正过来，成为一个完美的版本。念老的注解讲，第一句心所务求者，皆是自度。所以这两句话很重要，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你睇人哋嗰度嘅道风，每个人心所务求嘅系乜嘢？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无上菩提，所以皆是自度。佛的道达到登峰造极，就是极乐世界。看下那边修学的环境几咁好呢？我哋呢个世间当前修学嘅环境好难，呢度嘅环境系乜嘢环境？就系方东美先生60年前讲的，我们想找老师找不到好老师，老师不像老师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，
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讲嘅人有，依教奉行嘅人未见过。太少啦！我呢一生所见嘅，只见过两个人，我相信仲有，我未听过，未见过，我自己亦做唔到。讲经备课，仲要睇啲参考资料。仲算勉强过得去，如果同时学几部经，学几部论，咁就唔係一门深入啦。一门先能深入，两门入唔到去，嗰间屋有两道门，你能同时入去咩？呢个道理我哋好清楚，我哋知道只有从一门能入，绝唔同时行两门。但系为求之道，点可以行两门？知道有几多门？有84,000法门，佛讲嘅。净土亦有84,000法门，再同你讲真话。知道无量法门，点解啊？读过六祖坛经嘅人都知道，慧能大师开悟讲咗五句话，最后一句佢讲：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无量法门就是万法，万法从哪里来的？从自性来的。所以一切法没有一法不通自性。佛菩萨跟我们讲，祖师大德跟我们讲，从一门就入去了，凡夫恐麻烦，就怕一门不可靠，多学几门，最后都变成障碍，冤枉啊！这个理不懂不得，不懂就错了。我哋呢一生白嚟啦，一定要懂得一门净土圣贤录，往生传记。佢里面记载好多好多念佛人往生极乐世界，为我哋做咗好榜样，记载好多垂像。我哋喺呢一生中有见过，有听过，
能不相信吗？能相信，但是能相信里面还有怀疑。先知道烦恼的根深，点令我们真正断而生信，那就要靠经教了。我们不是再来人，以前修行肯定有受，功夫不得力，没往生，这一生遇到了再来。我们就应该学极乐世界的菩萨心里面所向往所恋慕的是什么，都应该是无上菩提，亦即是宗门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，咁先得。亦就係求生净土嘅一个念头。呢句係第一句，咸为道务。第二句抗无他念，呢句话讲得好，抗是空抗，抗野，呢句是讲他的心空讲，冇妄念，亦即是话乜嘢妄想都放下啦，就叫抗无他念。我哋而家能唔能将妄想都放下？呢句话，我初学佛嘅时候，张家大师教我嘅，教我看破放下，真看破咩？真放下咩？学佛学咗65年，讲经好似亦讲咗57、58年。未彻底放下，乜嘢原因？大部分系外面嘅缘，外面嘅缘外缘，如果了断唔到，点能放下？要能同时放下外缘，掌握到啦，同时心里头无有妄念，咁就係无住生心，生心无住，咁修行功夫到上乘啦，唔係中下。我哋努力向呢个目标迈进，第三句无有忧思，
信心坚定，智慧明了，于世无虑，于法无疑，故无有忧虑之事。咁就说明真正修行想喺呢一生有个结果，必须具备嘅条件。你仲有冇忧虑？仲有冇牵挂？为自己嘅忧虑冇咗，为佛教仲有忧虑，为苦难众生仲有忧虑，得唔得？唔得。忧虑是烦恼，只要有忧虑，只要有烦恼，绝对障碍你往生。咁点好？睇释迦牟尼佛，佢老人家当年住世80年，佢同我哋嘅表法做嘅榜样，我哋要学，度唔度众生度啊，普度众生。有冇念头？冇，咁就高明啦。佢能无住生心，生心又无住，生心就系普度众生，讲经说法，冇着相。佛系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无说同说是同时，不是分成两件事，这才叫真实无量功德。我们讲着了相，不讲亦着了相，完全是六道凡夫，有忧虑，有牵挂，咁落去极乐世界仲有冇份？老实讲，冇份。点好？世尊喺呢度提醒我哋，黄念老喺注解里头勉励我哋，警告我哋，我哋要能睇得懂，要能体会到。真正明白了放下，记住有一件事情未能放下，极乐世界就去不成。想不想去极乐世界？想去极乐世界，依教奉行。第三句，信心坚定，智慧明了，于世无虑，于法无疑，故无有忧虑之事。第三句，无有忧事，无牵挂。
世间法是假的，佛法原生，凡是原生的都不是真的，缘聚它现，缘散就不见了。就好像我们电视画面，缘具足现相，缘不具足的时候没有了。我们按频道，那就是缘，它就现相。再按一下的时候，它就不见了。它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日日看，有没有觉悟到？同时就是画面现前，它有没有住？没有住。一秒钟一百次波动现象，百分之一秒，我们就没办法掌控。何况我们六根接触现前的六尘境界，那种频率有几高？弥勒菩萨跟我们说，每秒钟有2240兆次，生灭的现象，它生灭的速度太快，频率太高了，令我们在这个频率之下接触的六尘境界完全迷失了真相，不知它是假的，将假的当作真的，造业受报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形成了，出去难。点解难？你认为六道轮回是真的，又点知六道轮回亦是2240兆分之1秒？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对这件事情有了概念，但是没有落实。为什么？如果落实，就无有忧思了。这个忧思是妄想，是杂念，就没有了。我们还有妄想，还有杂念，那不行。这件事情事实真相，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破了，我们能理解，有个很浅薄的概念，那就已经很有福报了。我还听过社会上很多人还没听过真的，将它当真。我们现在是不将它当真了，但是疑虑未断，对它还有怀疑，对极乐世界相信了，亦还有疑惑，那怎好？努力念佛，多啲
读经，都无量寿经要读次数，读上一千次，小悟其依自见就唔怀疑啦。读上两千次大悟，读上三千次，你大概就唔会再怀疑啦。唔怀疑就产生能量，嗰种能量就系送我哋去极乐世界往生。我哋有嗰种能量，阿弥陀佛先嚟接引。能量唔足，佢唔嚟接引。点解啊？丝毫现行嘅烦恼习气唔可以带，带入往生系冇错。现行嘅贪嗔痴慢疑唔可以带。对净土要坚定的信心，无丝毫怀疑。藕益大师同我哋讲，能不能往生绝对在信愿之有无。往生的品位，咁系念佛功夫的浅心，是另外一件事情。所以我哋念佛念得少，唔使怕。只要真信，只要丝毫唔怀疑，咁就系往生嘅条件。一日念个十声，念个一百声、两百声都得。我哋往生极乐世界唔同人争，佢哋要争名次，要提高自己，我哋只要下下品往生就得啦。我哋去极乐世界读幼稚园，佢哋读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系佢嘅事，我只要读幼稚园就得啦。容易啊！遇到人要劝人，点解啊？呢种系正业三福嘅第三福。自己读诵大乘，仲要劝进行者，就是要劝人哋，无论佢听唔听得入耳都劝，一力耳根永为道种，我哋嘅责任尽到啦。能接受佢有善根，唔会接受佢冇善根。冇善根，你同佢种善根；有善根嘅人帮助佢善根增长。正业三福，我哋就做到啦。无有忧思者。念老讲，当念即是。我哋起心动念都系阿弥陀佛，除呢一念之外冇第二念。咁就系当念即是，一声佛号，万虑齐消。灵光独耀，永脱根尘，呢两句话是禅宗的。黄念老将它摆在这里，还有后面轻言独传，何喜何忧，孤魂无有忧思，
呢句你如果真落实，咁就係方东美先生讲嘅，学法係人生最高嘅享受，你就得到啦。法喜充满，亦即係孔夫子喺《论语》度第一句，学而时习之，是是时时唔间断，习是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待人接物。结果点呢？不亦乐乎？真快乐。孔子呢句话就是佛讲的法喜充满。读书人的快乐是世间人没办法想象的。他没有这种境界。只有真正读书人，真正读书人所读的通通在身与意上表演出来了。表演出来是点的？孔子，对不起，真厉害。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赞叹，为人哋介绍夫子，夫子系咩人？夫子表现喺外面温良恭俭让，就系、是、孔老夫子，温和、善良、恭敬，对任何人都恭敬。好人恭敬，恶人亦恭敬，赞叹你的人恭敬，毁谤你的人亦恭敬。一生没有跟人对立，没有冤亲债主，你说他几快乐？里面我劝人里面要修佛法，断贪嗔千万疑，外面要学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，咁嘅人生你諗下几幸福几快乐。同无上菩提相应，同诸佛法身菩萨相应，边有唔成就嘅道理噶？所以一声佛号，声声佛号，学海贤老和尚92年唔间断，从20岁出家，师父教他这句佛号，祝福他一直念下去，他就念了92年，自在往生。如知时至，自在往生，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下面经文，自然无为。自然意志，一贯全断。
乃因识得其众而自然如是。关键就在识得其众，前面讲的识是恰好得到什么中道，两边不立，中道不全，这种是真的得其中，得其中自然是这样，本来就是这样，点的我刚才讲的十个字，内无贪嗔痴慢疑，爱完全显现温良恭俭让，这种是众，识得其众，哪个得到？释迦牟尼佛得到了，孔老夫子得到了，正法自自然然是这样，无丝毫勉强，换句话说，自性本来是这样，所以叫自然。佛能做到，菩萨能做到，每个人都能做到，只是他不肯做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对冤亲债主、毁谤你的人、陷害你的人，你就坦然无事了。为什么？你识得其众，知道整个宇宙一切万法是自性所现，自性所现不讲得它有，自性不现不讲得它无，有无是两边，两边都放下就是中道。所以你识睇一切众生是哪个，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佛眼睇众生，众生全是佛。你如果不相信，你去问下慧能大师，你去问下海贤老和尚，是不是他会跟你岌头是啊，只是他迷失了自性，现在变成凡夫，将来会不会成佛？肯定成佛。为什么？他本来是佛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？你能用这种智慧眼来观察，面面都见到，你才能得其众，得其众得大自在，得法喜充满，得不亦乐乎。下面讲自然无为者，不因造作，自然安住于无为法中，此真无为。若因造作，则是有为矣。无为是真的，有为是假的，
有为是什么？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，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无为是我们讲无心，无心是真心，有心都是妄心。要记住这句话，什么是真心？心里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真心现前，还有一样不是真心，还有佛号亦不是真心。为什么要念佛？因为你的心妄想杂念舔不到，用一句佛号帮助你将那些东西通通断了，只剩下一个阿弥陀佛。这个阿弥陀佛，如果你开悟了，你不去极乐世界，你亦成佛了。你如果成不到佛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修行正果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千祈要搞清楚，搞明白，不要搞错，搞错就落在两边，不落两边，不落有为亦不落无为，就叫自然无为。那好啊，无为是自然的，有意去修个无为，那个无为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这句话讲得非常好，自然安住于无为法中，这句讲得太好了，太妙了。下面讲无立，无立是什么？指一法不立。淡安，淡是淡薄，安是安宁安静，由淡安为水流平满之貌。淡安两个字好，咁我哋就知道啦。呢种系好高嘅享受，淡薄。人有欲望，这种受用就得不到。所以真正修行人，无论佛如道，修行从哪里修？从无欲修。你要将你的欲望放下，无论任何欲望都要放下，净土法门例外，只准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，有极乐世界，除呢件事情之外，亦通通放下。如果
我哋仲夹杂住世间嘅欲望，咁就好难成就。真嘅，学一生都不得其门而入。点解啊？你七情五欲冇放下，七情里面有喜怒哀乐、爱恶欲。五欲是指财色名食睡，通通要放下。这些都不是真的。首先第一关，放下自己的身体，知道身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佛法里头讲得好，迷惑的人都将身体称为我，我学佛的人他会想下，这个身体，这个我，一秒钟它存在的真相是什么？一秒钟，前面讲过2240兆次生灭，这个幻相，一秒钟是2240兆次的幻相，哪个幻相是你是我？如果你说都是，那我太多了，哪有这么多个我？这个世界实际情况就好像动画一样，每个画面不同，没有两个画面是相同的，这一点你要知道。所有画面通通都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生灭，所以佛同我们讲，我不生不灭，这个身体是生灭法，念头亦是生灭法。一秒钟有几多个妄念，几多个念头，亦是2240兆。所以念头不是我，身体亦不是我，何况身外之物？哪个是我？真正觉悟了，觅我了不可得。好啊，那无我了，无我那就自然无为。自然就淡薄啦，经常讲的淡安无欲。淡安无欲是哪个？法身菩萨，不是凡人，超过阿罗汉、辟支佛、权教菩萨。我们对这些事实真相如果不了解，就是疑根不断。疑根为什么会断不到？原因在这里，法慈悲，无说而说，
说而无说，帮助我哋开悟，帮助我哋了解事实真相。何如红？指心如太空，这个比喻比喻得好。开讲无滞，离垢无染，不受一尘。我们的自性，我们的真心就是这样。佛讲经教学，时时用太空做比喻，太空是我们不可以离开的。朝早起身睁开眼你就见到，有没有这种警觉性？我们要向虚空学习。空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什么也不妨碍。离垢无染，他亦不拒绝垢染。他会不会受你污染？不会。无论你是光，无论你是迷，你的真如自性，你的法身本体都不受污染。受污染的是什么？报身、应身、化身，这些受污染。我们的清净法身不受污染。华严经道讲的正道初住菩萨的地位，你就入这种境界。这个时候心如太空，开讲无滞，心是打开的，不是闩埋的。讲是讲包容，没有边际，什么都能包容，一些妨碍都没有。他绝对不染污，所以慧能大师见性第一句话讲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就是无染。太空就是自性，自性就是太空。太空是点的，自性是点的，太空就是自性的样，能言一切法，不受一切法染污。本来是这样，我们现在亦是这样，为什么被染污？误会被染污，那很严重的。这个误会拿走了，以为受染污，实际上没有。为何和尚见达摩祖师心不安？未见到，向达摩祖师请教。达摩祖师伸出手，你将心拿来，我同你安心。
佢回宫一反照揾唔到，心喺边度揾唔到。同达摩祖师讲：觅心了不可得，我揾心不可得，揾唔到。达摩祖师话：好啦，我将你个心已经安好咗啦，语语安心境将你安好咗啦。佢就开悟啦。达摩祖师衣钵就传俾佢，就咁简单，就咁容易。呢啲事情达摩所表现嘅，佢哋两个表现嘅，唔系就日日喺我哋面前咩？我哋点解会唔觉悟？我哋觉悟同佢一样自在，就好似经常讲嘅，况无他念无有忧思，自然无为虚空无立。你睇呢种境界几美？学法点解学法？要将妄嘅抌咗，要将真嘅揾翻嚟，就为咗咁。我哋有真心，我哋有自性，真心就好伟大。点解呀？佢能生万法，唔单止能生万法，能大师同我哋讲，佢清净不染，虚空无染。佢不生不灭，妄心有生有灭，自性不生不灭，咁先系真正自己。生灭唔系自己，不生不灭嘅系自己，咁系咩？自性系自己，自性亦叫做法身，法身就系完全嘅宇宙。不生不灭，然一切相就为生。唔讲得佢有生，唔言相唔讲得佢灭，佢冇生灭。有缘就生，无缘就灭，就咁嘅一回事。有缘嘅时候生，生就系十法界依正庄严无量无边嘅法界，无量无边嘅诸佛刹土，呢种系现相。唔现嘅时候乜嘢都冇。所以唔讲得佢有生灭，佢不生不灭，本来就系咁自然嘅。第三个系佢本自具足，呢一条好犀利，具足乜嘢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功德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样样都无量。你求乜嘢？你缺乜嘢？一样都唔缺。智慧唔系从外嚟嘅，系自性里头本有嘅。知识亦系咁，智慧里面包括住知识。知识里头唔包括智慧，大师又同我哋讲自性本定。第四句讲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所以定同真心接近啦。点解要修定？
修定就是将真心找回来。怎么找回来？妄心放下，真心现前。妄心是动摇的，真心是不动不摇的，没有动摇的心，自性本定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为什么要讲它平等？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通通是修禅定。教下所谓一门深入，读书千遍，为什么？得定开悟，目的在这里。读佛经可以开悟，基督教圣经能不能开悟？能。四书能不能开悟？能。无论任何宗教经典，你可以读，只要你去读，不要想意思。为什么？无意思，你才能开悟。你想意思，一面读一面胆妄想，将你修定的缘全破坏晒了。读书千遍是修定，无意思。一千次之后，你将书从头到尾讲一次给我听，诶，他就能讲出来。那是什么？他自己悟的，他不是在哪里学来的。这种是中国人所谓无师自通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二千次大悟，三千次大彻大悟，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做实验，我们同学之中有两个做实验做得很成功，跟我说真的不是假的。他们两个大彻大悟，我不敢说，小悟接近大悟，所以不有无知，起作用无所不知。你如果不问他，他什么都没有；你如果问他，他什么都懂，没有一样不知。定重要啊，戒定为三学，因戒得定，所以读书千遍是戒，一门深入亦是戒。只要你持戒，你老实去念，乜嘢意思都冇，一次一次读落去，读上一千次通啦。次次都有意思出来，而且跟住你的悟不同。你一千次小悟，两千次大悟，你讲得有深度了，比一千次讲得更深，讲得更圆。大彻大悟，那是大圆满，那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所以定重要，人一定要每日抽啲时间去修定。点修法？我哋修正统嘅人修定，一种系念佛，念佛系修定；一种系诵经，
就是读《无量寿经》。读一次半个钟头，半个钟头在这里修定。初读的时候大概要过半钟头，读熟了一个钟头，半个钟头。修定帮助你开智慧，经使唔使听人讲？唔使，自己通啦。呢种叫真嘅开悟，真懂啦。听人讲嘅，咁唔系你自己嘅嘢，一定会隔一层，所以你有疑惑，你断除唔到，自己悟嘅冇怀疑。下面念老人文选宋玉高堂赋，他里头第一句话：窥淡淡而并入。下面是念老的注解：水波相计，相似相续，此喻心离断常，平满喻平等圆满。这句话的意思好啊，本来是描写湖水，在没有风浪的时候，水波细流，好美观，好好睇，人都鍾意睇。相似相续，呢种景观小河里头有，池塘里头有，海边亦有。海边就非常明显，你睇海浪，一个浪一个浪从原地走过嚟，然后冲上沙滩，呢种景色好壮观。嗰啲浪亦系相似相续，绝对冇两个波浪系相同嘅。咁比如心离断常而变，断见就是生灭，常见就是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是常，有生有灭是断，断常都不存在。为什么？都是幻象，都是妄念，叫妄想杂念，真心里头冇断见，冇常见，就是冇生灭，亦冇不生不灭。不生不灭是常，生灭是断，断常都是妄心，必须将它永远放下。真常的心，不生不灭的心就现前。我们现在不会现前，就是你有断有常。断常应用在生活上就是对立，就是造业。心离断常，平等圆满。平满是比喻平等的圆满，无欲欲者大成已将若掩爱尘境，明知为欲。掩是掩污，
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闻香，舌尝味，身体各足，同起心动念，叫意业。会起心动念，呢啲佛教用个名词叫欲。六根对六尘境界，喺六尘境界里面起咗贪念，想占有，想拥有佢。咁就係欲望，唔知道能源嘅六根，所源嘅六尘境界，通通不可得，都唔係真嘅。通通都係2240兆分之1秒的生灭，相续的幻象哪有真的？你如果能用这种眼光去看宇宙，宇宙的真相就被你看出来了。大乘二章讲，染爱尘境，名之为欲。又曰，于缘欲受，清欲。缘是爱缘，就是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。你在那些尘境现前的时候欲受，那就叫欲。就叫欲。俱舍论道亦讲，小乘经，欲为希求所作事业。我哋而家讲理想、希望，嚟做个乜嘢事业，呢啲都系欲望。一般人嘅欲望系为自己。诸佛菩萨好似亦有欲望，为苦难众生，唔同的，为自己的，为你一家人的，甚至为一个国家的。这些欲都唔系善因，为苦难众生，为全世界，为一切众生，呢种欲望系善欲，唔为自己，为自己就错啦，为自己就系六道轮回，自己喺度制造六道轮回，准备将来去受个受报。善业感善道三善道，恶业感三恶道，做呢啲去啦，唔知唔得噶。菩萨所做嘅业，祖师大德所做嘅业，佢识得其中。佢两边唔着，佢做作，既唔为自己，唔为自己为人哋，为人哋嘅念头亦冇，妙啊！我哋为人哋仲有个念头，仲希望人哋报恩，对我哋好啲，佛菩萨冇。
佛菩萨救众生，众生掉转头仲要杀佢，佛菩萨冇起心动念，冇话你忘恩负义，我救你，你对唔住我，冇呢啲念头。高就高喺呢度。何况是有缘，无缘，有缘无缘都有。毁谤一个人，毁谤一件事情，破坏一件事情，那件事情对自己是有利定是无利，通通叫恶业。恶业所感的当然是恶报，绝对避免不到的。江日子老师前几年画地狱变相图，根据道教典籍画出来的，功德无量，玉历宝抄到的嘢，人如果真懂得因果报应，不敢做坏事，那本书在中国几千年之中起了很大作用。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由小接触到现在小路仔接触不到，我们在民国十几年那个时代出世，细个时候屋企的亲人会带我们去游览城隍庙，城隍庙有十殿阎王，多数都是雕像挑出来，做得非常生动给你看到，一边看大人一边就讲这种是做什么坏事受这种果报，小路仔印象特别深，一年去看过一两次，三年五年那些印象落在阿赖耶识里头就有用，一生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不敢违背因果，知道因果可怕。佛礼经典道讲得更多，我们亦将它找出来编成一本书，注经从二十五部经典里面抄出来的。注经佛说地狱杂要，内容比玉历宝抄仲丰富。我听讲大陆有位画家，他要发心画这幅图，好啊，非常难得，将来一个是佛讲的，一个是道讲的。释迦牟尼佛和老子未见过面，没有商量过，你看他们讲的居然相同，绝对有这种事情。老子见到了，释迦牟尼佛也见到了，同我哋讲出嚟，
我们再看下面那部注解，据此根据上面讲的，则经中写诸外着与亦无希求不希求想等，坤无欲也，这些话通通都包括在无欲这句里面。此上三句显实际你地不受一尘，这句话亦是禅宗的。禅宗的语言很简单，意思很深。实际你地是什么？实际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整个宇宙现象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讲实际，理是道理，地是个比喻，同你讲真实的，就这个意思，讲真话，绝对不是假的，那就叫实际理地。实际理地不受一尘。为什么会不受一尘？实际理地不讲得有，不讲得无。你说它无，它能生万法；你说它有，万法皆空，了不可得，确确实实。就好像我们时时用电视荧幕来做比喻，实际你地是荧幕，它现象是频道，频道一打开画面就出来，画面和荧幕融成一体，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现象。不知道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妄，都被现前的东西迷惑了。其实能现的是实际你地，所现的是幻象。这个幻象就是前面讲的，一秒钟它有2240兆次生灭。我们现在知道电视荧幕上画面的生灭是一秒钟100次，一秒钟100次就将我们迷惑了。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，现在实际上的是2240兆次一秒钟，根本就不存在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实际你地就是真如自性，不受一尘。六祖慧能大师讲本自清净，他根本不会被一粒尘土污染，为什么他不受一尘？这一尘那刻就没了。这一尘存在的时间几长，他的寿命几长，是2240兆分之一秒，就是这粒微尘的寿命。一秒钟它生灭几多次？已经生灭2240兆次，不是万，不是亿，是兆。你怎可以讲它真有？你要不讲得它无？一秒钟累积2240兆，你就看清楚了。不是佛门讲的，
一坛子，我哋而家讲一秒钟，一秒钟生灭几多次？整个宇宙所有现象，眼见到嘅、耳听到嘅、鼻闻到嘅、舌所尝嘅、身体嘅动作，存在嘅时间一定唔会超越，唔系千分之一秒、万分之一秒，系2240兆分之1秒。呢个系佛法里头同我哋讲嘅事实真相，我哋有理由相信呢个事实真相。现代嘅科学家，我相信30年、50年之后会证明，会发现。到嗰阵时，科学家肯定佛教系科学，系世界上最伟大嘅科学，最高嘅科学。我哋要明白，佛门里头仲有一句话，坐喺底下，但万行门中不舍一法，讲到修行嘅法门，呢、这个万就是佛家常讲的84000法门。不舍一法，为什么会不舍？这个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没有这个假的，你不会见真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见真？你将假的慢慢淘汰了，放下，真的就出现。现在就是假的将真的障碍遮住，我们只见到假的，见不到真的。你慢慢将假的都抌了，叫你放下，叫你看破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好似爬楼梯咁，相辅相成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修乜嘢就修呢啲，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，随便边一法都能成无上道。不舍一法，呢一法里头包含得广大，唔单止佛法。如果讲佛法，真正同你讲究竟圆满，边一法唔系佛法？我哋如果问你，如果问一个法师，法师可能同你讲基督教唔系佛法，伊斯兰教唔系佛法，圣经唔系佛法，古兰经唔系佛法，那个法师没有功夫，未入门。真正入门的法师，你去问他哪一法不是佛法，他跟你说一切法都是佛法。为什么？慧能大师不是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万法是自性所生的，不是都是佛法咩？基督教亦是自性生的，天主教亦是自性生的，整个地球，地球上一切万物都是自性生的。他方世界，现在地球上的人
动脑筋，想登陆土星，登陆火星。他们是现在的太阳系，然后慢慢上去游历银河系，都是万法，都没有离开万法。是不是佛法都是佛法，任何一法都能帮助你悟无上道。只要你守规矩，什么规矩？戒、定、慧。戒，佛教你方法是戒，依教奉行是修定，定到一定成就，豁然大悟，开悟了。佛门广大，无边际，底下跟住讲，作得善愿，万行门中不舍一法，故俗云：作得善愿，尽心求索。你要用真心，要去求，能不能求到？绝对可以求到。点解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道理就咁简单。你如果唔系佛，你成唔到佛。有情众生有佛性能成佛，无情众生花草树木能唔能成佛，山河大地能唔能成佛？能。点解啊？树有树神，草有草神，花有花神，山有山神，土地有土地神，那些神都会成佛。我们好像在前两年定是三年前，我记不清楚了，我们澳洲的正宗学院停车场里头有两棵枇杷树，好多年了，那两棵枇杷树枯了，枯死了。枇杷树神托梦给我们家的比丘尼，我们那里住了十几个人，托梦给他，跟他说那些枇杷树神感恩十年，说你们来这里十年，每日听经念佛做课诵，那些神都参加，他们现在修行功德圆满，要往生去极乐世界，所以树枯死了。我听到之后我好感叹，我们那些出家人没一个往生，树神听经念佛往生了，我们那些出家人惭不惭愧？我跟他们说，树枯死了，树留在那里做个纪念，他传递信息，不要将那些树挖走，摆在那里，这种是好好的教诲，树神来勉励我们，来教我们。我们相信这只古仔不是编出来的，真有其事，可以度化众生。
作得善愿，尽心求索，正显是你无碍圆融自在之妙意。如德尊普贤品第二品里面，会中诸大菩萨入空无相无愿法门，但诸菩萨咸共遵受普贤大士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正与此处无为无立无欲，而作得善愿，尽心求索，圆融一味。念老在这里将经文前面的拿来这里做证，说明这里佛讲的无为无立无欲，作得善愿，尽心求索，同一个意思。这个法会自始至终它贯穿的，换句话说，句句意思是圆满的，字字意思亦是圆满的。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华严境界故知极乐圣众皆施法弥陀，结成大愿，精勤修习，住真实位，以求成就也。这句话我们要将它记住，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从同居土下下品，一直到十部土法身菩萨，都是以阿弥陀佛做榜样，向阿弥陀佛学习。极乐圣众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向往极乐世界还没有消息，但是我们可以同他们一样施法弥陀。弥陀在哪里？这部经就是阿弥陀佛，再将它缩小一点，第六品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详细讲过，还单独讲过四十八愿，我在日本讲的。要效法阿弥陀佛无尽的大行大愿，做出学习的榜样，诸佛菩萨常在世间做种种事言，凡夫肉眼不认识，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
善道大师，阿弥陀佛再来的。现祖师的身份，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是现为禅宗大德。禅宗里面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回归净土，成为净土宗第六代祖师。还有好多好多没露出来的，我相信更多。我们要认真学习，学习《弥陀经》，可以《弥陀经》分量少一点，学习《无量寿经》更好。我们这三年来2014、2015、2016学习这部经，我们是细讲，重点就在那些经文，我们怎么去理解它，怎么去将它落实，我们着重在这一点，真做。真有成就，念老在这里也跟我们提出来，这样很难得，时时刻刻在这里勉励我们结成大愿，要发阿弥陀佛48愿，弥陀成就啦，我哋跟进，精勤收集，呢句话好重要，要精进，要勤奋，要认真学习。收集就是学习，修是修正，习是练习，不断重复，即是说将经典里面的教诲理论摆在心度，破除迷惑，增长信心。所有教诲要认真做到，那就是准备去极乐世界，要做出准备的模样给大家看到，增长信心，往生极乐世界都能预知时至，自在往生，做榜样给念佛人看，住真实位。真实位简单来讲是什么？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真正相信阿弥陀佛48愿度众生，那就是真实位。不是真实位怎能往生到极乐世界？真实智慧先无怀疑，真相信，真唔怀疑，佢成就啦。含哀慈悯，含哀，大悲心也。又慈悯者，大慈心也。以大慈悲故，虽明知实无众生可度，而度众生之行愿，无有穷尽，故心常谛住度世之道，
欲请群盟，唯以真实之利。这几句我们要学，佛菩萨应化在人间做什么？这几句话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他是欲请群盟，唯以真实之利。盟是迷惑、颠倒、愚痴。教廷驻联合国大使梵蒂冈的，我们今年有缘碰在一起，他就坐在我旁边跟大家讲话。他说现在社会乱成这样，根本的原因在哪里？在无知。无知就是群盟，群盟就是无知。说得好啊，如果有真智慧，哪会变成这样？无真智慧，我对那个主教很尊重，他讲出来之后我赞成，讲得好，一针见血，一啲都冇错，咁点好？要帮助众生开悟，咁先能解决问题。无知是知道咗，点帮助嗰啲无知嘅人变成智慧？咁就要所有宗教要认真出嚟讲经，出嚟教学，唔好只喺教堂度做祈祷，咁人哋话你系迷信。必须将经典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咁先得。所以我哋要认真去结得弥陀嘅大愿，然后我哋帮助众生，自自然然就契理契机，照真达俗，契理照真。呢度有个好好嘅例子，海贤老和尚，佢做出嚟啦，自然契理契机，照真达俗。呢底下仲有故其大愿，实相为体，究竟了义，力用无量，契机达俗，故善契机宜。我们认真去看老和尚的永思集，看老和尚留低只光碟，跟他的弟子将他一生事迹整理成一本书，来佛子三圣永思集。这三圣是海贤和尚、海贤的师弟海庆、海贤的妈妈
通通都是预知时至自在往生。他们三个在来佛寺共修，来佛寺是很小的寺庙，原来的大大的寺庙被文化大革命毁了，以后搭个茅棚，他们就在里面修行，个个成就，如理如法，无论《受经》道讲的他们全都做到了。我们要努力精进，迎头赶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